皇大起。丁夫人、洛阳于初等以方辞祖匈奴，大晚焉。其明年，有司上言雍武至无牢守具，芬芳不备，乃令辞官进至独牢具，色食所甚，而以木与马代居焉。独五月长居，行清郊用居，及诸名山川用居者，悉以木与马代行过，乃用居。他礼如故。其明年，东巡海上，考神仙之属，未有宴者。方士有言：皇帝时为五城十二楼，以后神人于执其，命曰寅年。上许作之如方，命曰明年。上清礼辞上帝焉。公欲代曰：皇帝时虽封泰山，然封后封据，其伯令皇帝封东泰山、禅凡山、和福，然后不死焉。天子既令设祠具，至东泰山，泰山卑小，不称其身，乃令祠官礼之，而不封禅焉。其后令代奉祠后神物。夏，遂还泰山，修五年之礼如前，而加以禅祠食。驴，食驴者，在泰山下指南方。方士多言此仙人之旅也，故上清禅焉。其后五年，复至泰山修封，还过祭衡山。今天子所兴祠，太乙后土，三年清郊祠，建汉家封禅，五年一修封，包祭太乙集。三一，明阳、马行、赤星、武、宽叔之祠官以岁时治理。凡六祠，皆太柱领之。至如八神诸神，明年凡山他名祠，行过则祠，行去则已。方士所兴祠，各自主，其人中则已，祠官不主，他祠皆如其故。今上封禅，其后十二岁而还，便于五月四读矣。而方士之后祠神人入海求蓬莱，终无有宴。而公孙卿之后神者，有以大人之机未解，无有效。天子亦待宴方士之怪于语意，然机迷不绝，既欲其真。自此之后，方士言神辞者迷众，然其效可度矣。太史公曰：于从寻祭天的诸神明山川而封禅焉。入受公事辞神语，究官方士辞官之意，于是退而论次，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，俱见其表里。后有君子得以懒焉。若至祖斗规避之祥，献酬之礼，则有私存。所引数赞礼载身中书称四类，古今盛典，皇王能事，登峰报天，降蟾蜍地，飞鹰腾石，金泥石迹，汉臣遗绪，思道不坠，仙驴肃然，杨修乐至，史记何渠书。下书曰：禹役洪水十三年，过家不入门，路行载车，水行载舟，泥行捣翠，山行极桥，以别九州，随山郡川，任土作贡，通九道，背九泽，渡九山，然何资演义，害中国也有甚，为是未悟。故道何自积实力，龙门南道华阴，东下砥柱，即孟津洛瑞，至于大批，于是禹以为何所从来者高，水湍旱，难以行平地，数为败，乃思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，过降水，至于大陆，波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渤海九川，既疏九泽，既洒诸夏爱安，公师于三代。自是之后，迎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魏、与季、汝、淮四会。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、云梦之野，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，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，于齐
则通资济之间。余蜀蜀守兵凿离队，辟墨水之害，穿二江成都之中，此渠皆可行舟，有余则用盖飞，百姓享其利。至于所过，往往引其水溢用盖填筹之渠，以万亿计，然莫足数也。西门豹引漳水盖业，以复谓之河内。而韩文秦之好心事，欲罢之，无令东伐，乃使水公郑国兼说秦，令凿金水自中山西抵户口未渠，并北山东筑落300余里，欲以盖田。中作而绝，秦欲杀郑国。郑国曰：“使臣未奸，然渠臣亦秦之利也。”秦以为然，促使救渠。渠救，用筑田轭之水，盖泽鲁之地40000顷，收皆亩一钟。于是关中未沃也，无凶年，秦以富强，促并诸侯，因命曰郑国渠。汉兴39年，孝文时和绝酸枣，东溃金堤，于是东郡大兴，促塞之。其后40余年，今天子元光之中，而和绝于户子，东南筑据也，通于淮泗。于是天子使疾案，正当时兴人屠塞之，辄复坏。是时武安侯田汾为丞相，其奉一时书。书居河北，河绝而南则疏无水资，亦收多。汾言于上曰：“江河之绝皆天事，未易以人力。为强塞，塞之未必应天。而忘弃用术者亦以为然。”于是天子久之不是复塞也。是时正当时魏大农言曰：“一时关东曹素从魏中上渡六月而罢，而曹水道900余里，时有难处，引魏川渠起长安，并南山下至河300余里，近一曹渡可令3月罢，而渠下民田10000顷，又可得以盖田，此损曹省促而亦肥关中之地的故。”天子以为然，令其人水公徐伯表西发促数万人穿曹渠，3岁而通。通以曹，大便利。其后曹稍多，而渠下之民颇得以盖田矣。其后河东守藩细言，曹从山东西，遂100余万石，更抵筑知县，败亡甚多，而亦繁废。川渠引焚盖皮氏，焚阴下引河盖焚阴，蒲坂下渡可得5000顷。5000顷固尽河软气的，名交木其中耳。今盖田之，渡可得谷200万石以上。谷从未上，与关中无异，而抵筑之东可无复曹。天子以为然，发促数万人作渠田。数岁，河已洗，渠不利，则田者不能长种。久之，河东渠田废，与越人令少府以为烧入。其后人有尚书玉通协道及曹氏，下御史大夫张汤。汤问其事，因言抵属从故道，故道多板回远。金川协道少板近400里，而水通沔协水通渭，皆可以行船曹。曹从南阳上沔入，知绝水至斜兼100余里，以车转从斜下下位。如此汉中之谷可至，山东从沔无限，便于抵筑之曹。且斜材木逐渐之饶，拟于巴蜀。天子以为然，拜汤子仰为汉中守，发数万人作斜道500余里。道果便进，而水湍石不可曹。其后庄雄皮言临近明元川洛以盖重泉以东10000顷固鲁地，臣得水可令亩10石。于是为发促万余人穿渠，自真营洛水至商岩山下，岸善崩，乃凿井，深者40余丈，往往未井，井下相通行水。
水颓已绝伤言，东至山岭十余里间，景区之深自此始。川渠的龙骨，故名曰龙首渠。作之十余岁，渠颇通，犹未得其饶。自何绝户子后二十余岁，遂因以树不登，而梁楚之地尤甚。天子既封禅寻迹山川，其明年旱，干风少雨。天子乃使吉人郭昌发卒数万人塞户子绝。于是天子以用士万。李沙则还自临绝河，沈白马玉璧于河，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赴新田绝河。是时冬郡烧草，以故新柴少，而下其原之竹以为鉴。天子既临河绝，道公之不成，乃作歌曰：户子绝兮将奈何，浩浩干干兮驴丹为何，丹为何兮的不得宁，公摩以时兮吴山平，吴山平兮巨野翼，于废玉兮博冬日，言道迟西离长流，蛟龙逞西方远游，归旧川西神栽配，不封禅西安之外，为我为何薄兮何不仁，泛滥不止兮愁无人，灭桑福兮怀似满，久不返兮水为缓。亦曰何汤汤兮积禅，原北渡乌溪郡流南，千长蛟兮沈美玉，何伯许兮心不属，心不属兮为人罪，烧萧条兮依乎何以御水，颓林竹兮见石姿，宣房塞兮万福来。于是促塞户子，筑宫其上，名曰宣房宫。而到河北行二渠，复与旧积而梁楚之地复宁，无水灾。自是之后，用事者真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，皆引河及川谷以盖田，而关中府渠临止引渎水，汝南九江引淮，东海引巨定，泰山下引汶水，皆川渠未盖田各万余顷，驼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甚言。然其住者在宣房。太史公曰：于南登庐山，关羽书九江，遂至于会稽太皇，上姑苏，望五湖，东窥洛瑞、大邳、银河、行淮、泗、济、洛洛渠，西沾蜀之名山及离对，北自龙门至于朔方。曰：甚哉，水之为利害也。于从复兴塞宣房，悲户子之师而作河渠书，所引数赞水之利害，自古而然。与书勾续，随山巽川。元纪后世，非无圣贤。鸿沟计划，龙骨思川。田恶忧垦，离真有年。宣房在永，梁楚获权。史记平准书。汉兴，皆秦之弊，丈夫从军旅。老弱转粮饷，作业聚而财匮，自天子不能聚军肆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其民无藏盖。于是为秦钱重难用，更令民铸钱，一黄金一斤，约法省紧，而不轨逐利之名，蓄积于业以积事物，物勇腾跳，米至十万钱，马一匹则百斤，天下已平。高祖乃令古人不得依私乘车，重租税以困辱之。孝惠、高后时为天下初定，复持商贾之律，然是景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位利，量利禄度官用以富于民。而山川原持是景租税之入，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，皆各为私奉养焉，不领于天下之经。废曹转山东粟，以给中都官，遂不过数十万石。至孝文时，夹钱亦多，卿乃更铸四铢钱，其文为半两，令民纵的自铸钱。故吴诸侯也以及山铸钱，复列天子，其后促以叛逆。邓通、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。故吴邓氏钱布天下，
而筑前之境深焉。匈奴数侵到北边，屯戍者多，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，于是牧民能书籍转粟于边者败绝，绝得至大数长。孝景时，上郡以西汉，亦复修麦爵令，而见其驾以昭明，及徒复作的书宿县官以出罪，亦造怨马以广用，而公事列官于马邑增修矣。至今上即位数岁，汉兴七十余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仍给家族，都比领域皆满，而府库于货财。京师之前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效。太仓之粟城城相因，充溢漏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众数皆向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而臣自聘者兵而不得聚会。守闾阎者食粮肉，卫吏者长子孙，居官者以为信号。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，先行义，而后处耻辱焉。当此之时，往书而民富，异才交易，或至兼并好党之徒，以武断于相取。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，真于奢侈，是如于福建于上，无限度，物盛而衰，故其变也。自世之后，严柱、朱买臣等招来东欧，是两月，江淮之间萧然繁废矣。唐蒙、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，凿山通道千余里，以广巴蜀，巴蜀之名霸燕。彭吴假灭朝鲜，至沧海之郡，则燕齐之间弥然发动。即王辉设谋马邑，匈奴绝河侵，侵扰北边，兵连而不解，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。行者讥，居者讼，中外骚扰而相奉，百姓顽蔽以巧法，财路衰茂而不善，入物者不官，出货者除罪，选举凌迟，廉耻相貌，武力禁用，法严令具，新立之臣自此始也。其后汉将遂以数万骑出箕湖，即车骑将军轻取匈奴河南的驻朔方。当世时，汉通西南夷道，作者数万人，千里负担溃粮，率十余中至一时，散避于穷泊以及之。数岁，道不通，蛮夷因以数攻，力发兵诛之。西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，乃募豪民田南夷，入宿县官，而内受钱于兜内。东至沧海之郡，人徒之费拟于南夷。又兴十万余人驻卫朔方，转曹胜辽远，自山东咸备其劳，费数十百巨万，府库亦虚，乃牧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赋。卫郎曾志即入阳卫郎，始于此。其后四年，而汉遣大将江六将军，军十余万，及右贤王，获守虏万五千级。明年，大将军江六将军仍在出箕湖，得守虏万九千级。补斩守虏之士，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，虏数万人皆得厚赏，衣食养给县官。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，兵甲之财转曹之费不与焉。于是大农臣葬钱金帽，赋税季节，犹不足以奉战事。有私言，天子曰：“朕闻武帝之教不相附而至，与汤之法不同道而亡，所由疏路而见得意也。北边未安，朕甚道之日者，大将军攻匈奴，斩首虏万九千级，留爹摩所食，亦令明德买爵及赎禁，故免减罪，请至赏官，命曰五公爵，即十七万，凡值三十余万金。朱买五公爵官守者事不利，先除千夫如五大夫，其有罪又减二等，觉得至乐清，以显军功。军功多用月等，大者封侯卿大夫，小者郎吏。吏道杂而多端，则官职冒废。
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神臣下取汉乡，张汤用缩文爵礼为廷尉，于是见之之法深，而废革举匪穷治之欲用矣。其明年，淮南、衡山、江都望谋反击谏，而公卿循端治之，仅其党羽，而作死者数万人，常吏亦惨极，而法令明察。当世之时，昭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，或至公卿大夫。公孙弘以汉乡不备，实不重，为天下先，然无益于俗，稍误于功利矣。其明年，票其人在出击湖，获守四万。其秋，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将，于是汉发车，二万胜迎之。既至，受赏，赐及有功之士。是岁废凡百余巨万。初，先是往十余岁和爵官，梁楚之地故以数困，而元和之郡低塞河，折绝坏，废不可胜计。其后藩系御省抵柱之曹、川汾、河渠以为盖田，作者数万人。正当时魏曹渠回远，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，作者数万人。朔方一川渠，作者数万人，各立二三旗，功未就，废亦各聚万十数。天子未伐胡，甚养马，马之来时长安者数万匹，促千长者关中不足，乃调旁进郡。而胡将者皆依时县官，县官不给，天子乃损善，解臣于四，出御府进藏以善之。其明年，山东被水资民多饥乏，于是天子遣使者须郡国仓快以正平民犹不足，又募豪富人相代甲，尚不能相救，乃徙平民于关以西，即冲朔方以南兴秦中，七十余万口，衣食皆养给县官。数岁，甲与产业，使者分部护之，官盖相望，其费以一计，不可胜数。于是县官大空，而富商大甲或跌财一贫，转谷百数，废居居役，封君皆低首养给。野著竹言，财货累万金，而不佐国家之急，黎民众困。于是天子与公卿议，更前造币以善用，而催服营并兼之徒。是时进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。自孝文更造四铢钱，至世岁四十余年，从建元以来用少，县官往往及多同山而筑钱，民亦兼道筑钱，不可胜数。钱亦多而轻，物亦少而贵。有司言曰：古折皮币，诸侯以聘饷，今有三等，黄金位上，白金位中，尺金位下。今半两钱法重四铢，而兼货到磨钱里取玉，钱亦轻薄而物贵，则远方用币繁费不省，乃以白鹿皮方尺，原以早会为皮币，值四十万。王侯宗室朝觐聘饷，必以皮币见币，然后的行。又造银锡为白金，以为田用墨如龙，的用墨如马，人用墨如龟，故白金三品，其一约重八两，还之其文龙，名曰白选，值三千；二曰以重差小，方之其文马，值五百；三曰复小，坠之其文龟，值三百。令县官削半两钱，更铸三铢钱，文如其重。道铸铢金钱罪皆死，而立明知道铸白金者不可胜数。于是以东郭咸阳、孔景为大农臣，领盐铁市，桑弘羊以计算用事。侍中咸阳齐之大主言，孔景南阳大也，皆至身累千金，故正当时进言之。弘羊洛阳古人子，以心计年十三侍中，故三人言立世西秋豪矣。法纪一言，利多废免，兵革数动，民多买赋及五大夫，
征发之事一先。于是除千夫。五大夫未立，不遇者出马，故立皆是令伐及上陵，作昆明池。其明年，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的首虏八九万级，赏赐五十万金。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，转曹车甲之费不与焉。事时财匮，战事颇不得路矣。有司言三铢前倾，一奸诈，乃更请诸郡国助五铢钱，周郭齐下，令不可磨取玉焉。大农上言铁城孔景，咸阳言山海，天地之藏也，皆以属少府，陛下不思以属。大农左副袁牧名自己废，因官契作竹言，官与劳盆。服食其名御膳管山海之祸，以至复县，亦立戏名。其举事之意，不可甚听。敢思铸铁器主言者，地左指，莫入其器物。郡不出铁者，至小铁官，便属在所县。是孔景东郭咸阳城传举行天下盐铁，做官府。除故盐铁家父者未立。立道一杂，不选，而多古人矣。商贾以币之变，多积或逐利。于是公卿言，郡国颇被滋害，平民无产业者，慕喜广饶之地。陛下损善省用，出境前以正元元，宽待赋，而民不齐出于南亩，商贾资重。贫者蓄积无有，皆仰县官。一时算摇车古人民前皆有差，请算如故。诸古人莫作事代卖。买居易积诸物，及商以取利者，虽无事及，各以其物自占，率民前两千而一算。诸左有租及住，率民前四千一算。非利比者三老，北边其士摇车以一算，商古人摇车二算。船五丈以上一算，逆不自战，战不息，戍边一岁，没入民前。有能告者，以其半毙之。古人有事及者，及其家属，皆无得及民田，以便农。敢犯令，没入田同。天子乃思卜事之言，召拜侍卫中郎，爵左庶长，赐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使民知之。初，卜事者河南人也，以田畜为事。亲死，是有少地，地壮，是脱身出分，独取畜养百余，田宅财物尽于地。是入山牧十余岁，养至千余头，买田宅，而其地尽破其业。是折复分与地者数矣。是时汉方数使将及匈奴，卜事尚书袁书加之半县官驻边。天子使时问事，欲官乎？事曰：臣少牧，不习事患，不远也。使问曰：家其有冤，欲言事乎？事曰：臣身与人无纷争。是一人贫者待之，不善者教顺之，所居人皆从事，是何故见冤于人？魔所欲言也。使者曰：苟如此，子何欲而然？是曰：天子诛匈奴，予以为贤者以死节于边，有才者以书尾，如此而匈奴可灭也。使者惧其言，入以闻。天子以与丞相鸿。鸿曰：此非人情，不轨之臣，不可以为化而乱法。元陛下勿许。于是上九不报事，数岁乃罢事。事归复田牧。遂于会军数出，浑邪王等将县官费重，仓府空。其明年，平民大喜，皆养给县官，无以尽善。卜事持钱耳十万与河南守，以给喜民。河南上妇人助平人者急，天子见卜事名，食之曰：是故钱。而欲书其家半驻边，乃赐侍外胄四百人。是又进赋与县官。
是时富豪皆争逆财为事，由御书之助费。天子于是以事中长者，故尊显以封百姓。初，事不原为郎。上曰：吾有阳上陵中，欲令子牧之，是乃拜为郎，不依厥而牧羊。遂于羊肥席，上过见其羊，善之。是曰：非独羊也，至民亦犹是也。以食起居，恶者辄斥去，无令拜群。上以事为其拜为勾氏，令视之，勾氏辨之，迁位臣高令，将曹嘴。上以为事普中，拜为其王太傅。而孔景之使天下著作器，三年中拜为大农，列于九卿。而桑弘羊为大农臣，管诸会。既是，稍稍至军书以通货物矣。时令立得入谷不官，郎至六百石。自造白金五铢前后五岁，设立明之作道助金钱死者数十万人。其不发觉相杀者，不可胜计。设自出者百余万人。然不能办自出，天下大抵无虑皆助金钱矣。犯者众，吏不能尽诛取。于是遣博士主大徐衍等分曹巡行郡国，举兼并之徒守相卫者。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龙贵用事简宣杜周等为忠臣，易纵尹齐王温书等用惨即刻升为九卿，而直指夏兰之属实出矣。而大农言一诸出，亦为济南亭长，以连直稍迁至九卿。上与张汤祭造白鹿皮璧，问义。义曰：今王侯朝贺以仓璧值数千，而其皮剑反四十万，本末不相称，天子不说。张汤又与义有阙，即有人告义以他意，是下张汤致意。义与客语，客语出令下有不便者，义不应，为反唇。汤奏当义九卿见令不便，不入言而复废，论死。自是之后，有复废之法，而公卿大夫多产于取容矣。天子既下明前令而尊不是，百姓终莫分财左县官，于是告明前纵矣。郡国多减铸钱，钱多轻，而公卿请令京师铸中官敕册，亦当五副官用非敕册不得。行白金稍贱，民不保用，县官以令禁之，无益。遂于白金中废不行。是岁也，张汤死而民不思。其后二岁，敕册前贱，民巧法用之，不便，又废。于是西晋郡国无铸钱，专令上陵三官铸钱既多，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。诸郡国所钱铸钱皆废消之，书其同三官。而民之铸钱亦少，即其废不能相当，为征公大奸乃道谓之卜事相齐，而杨可告民遍天下，中家以上大抵皆欲告。杜周知之，欲少反者，乃分遣御史廷尉镇兼分曹网，即至郡国民前的民财物以一计，奴婢以千万数，田大县数百顷，小县百余顷，宅亦如之。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律破，民偷干食好衣，不事处藏之产业。而县官有盐铁明钱之故，用意饶矣。一广官至左右府。初，大农管盐铁官不多，治水衡欲以主盐铁，即阳可告民前，上陵财物重，乃令水衡主上陵。上陵既充满，亦广。是十月，欲与汉用船战竹，乃大修昆明池，列官还之。至楼船高十余丈，其至加其上，甚壮。于是天子感之，乃作薄梁台，高数十丈，公事之修，由此日立。乃分明前诸官，
而水痕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，往往及郡县笔没入田田之，其没入奴婢，分诸院养狗马禽兽，及与诸官。诸官亦杂至多，徒奴婢众，而下河曹度四百万石，及官自敌乃足。所中言世家子弟妇人或斗鸡走狗马，亦列博戏乱其名，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，命曰诸宋徒入财者得捕狼，狼选衰矣。是时山东被合资，即岁不登数年，人或相识方一二千里。天子怜之，诏曰将南火跟水漏，令鸡鸣的流就石江淮间欲流流处，遣使官盖相属于道护之，下巴属素以镇之。其明年，天子使巡郡国东渡河，河东守不易行至，不便自杀，行西于陇，陇西守以行往促，天子从官不得时，陇西守自杀。于是上北出萧关，从数万骑列新秦中，以乐边兵而归。新秦中或千里无停脚，于是诸北的太守以下而令明的畜牧边线官甲马母三岁而归，即席时已以除告明，用充任新秦中。既得宝鼎，立后土，太一祠，公卿一封禅事，而天下郡国皆欲至道桥善故宫，即当持道县，县置官署，设工具，而望以待信。其明年，南越反，西羌亲边未捷。于是天子为山东不善，赦天下，因南方楼船促耳。十余万人及南越，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齐及西羌，又数万人渡河驻令居。出至张掖、酒泉郡，而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开田关，赤塞促六十万人数田之。中国善道溃粮，远者三千，近者千余里，皆养给大农。边兵不足，乃发武库公关兵器以善之，车骑马乏绝，县官钱少，买马难得，乃着令封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，以差出聘马天下亭，亭有处字马，遂刻席。其相卜士上书曰：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，臣原父子与其袭船者枉死之。天子下诏曰：卜士虽躬耕牧，不以为利，有余折助县官之用。今天下不幸有疾，而是奋元父子死之，虽未战，可谓一行于内。赐爵关内侯，金六十金田。师请布告天下，天下莫应。列侯以百数，皆莫求从军及羌越。至纣，少府沈京，而列侯作纣京师侯者百余人，乃拜侍卫御史大夫。侍既在位，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，铁器苦恶假贵，或强令民卖买之，而船有算伤者少物贵，乃因恐谨言传算事，上游事不悦不事。汉联兵三岁，诛羌，灭南越，番禺以西至蜀南者至出郡十七，且以其故俗制，无赋水。南阳、汉中以往郡，各以地比给出郡吏促奉食弊物，船车马备具，而出郡时时小贩沙吏。汉发南方吏促往诸之，兼岁万余人，费皆养给大农。大农以军书调盐铁助赋，故能善之。然兵所过县，未以资给无法而已，不敢言善赋法矣。其明年，元丰元年，卜士贬至为太子太傅，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，领大农进代景管天下盐铁。弘羊以诸官各自婆相与真勿故腾跃，而天下复书或不偿其旧费，乃请至大农不成数十人，分布主郡国
各往往献至军书盐铁官，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未付而相灌输，至平准于京师，都受天下委书。赵公官至车诸器，皆养给大农。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，贵即卖之，贱则买之。如此，富商大贾磨所募大利，则反本，而万物不得腾涌。故议天下物，名曰平准。天子以为然，许之。于是天子北至朔方，东到泰山，巡海上，并北边已归。所过赏赐，用帛百余万匹，前金以巨万计，皆取足大农。弘扬又请令吏的入宿不官，及罪人赎罪，令民能入宿甘泉各有差，以赴终身，不告明。他郡各书籍处，而诸农各治宿。山东曹邑岁六百万石，一岁之中，太仓、甘泉仓满，边于古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，民不易富而天下用饶。于是弘扬赐爵左庶长，黄金在百金焉。是岁小旱，上令官求雨，卜士言曰：“县官当时租一税而已，今弘扬令立作事列四犯物求利，亨弘扬，天乃雨。”太史公曰：“农工商交易之路通，而归备金钱刀不知必兴焉。所从来久远，自高兴事。之前尚以弥德而济云。故书到唐虞之际，诗述殷周之事，安宁则常详叙，先本触末。以礼易防于利，事变多故而易反事。是以物盛则衰，时急而转，一直一文，终始之变也。与共九州，各因其土地所宜，人民所多少而纳之焉。汤武成必异变，使民不倦，各经今所以未至，而稍临迟衰微。齐桓公用管仲之谋，通轻重之权，矫山海之业，以朝诸侯，用区区之奇显臣霸名，未用礼客，尽地利，为强军。自是以后，天下臻于战国，贵诈利而见仁义，先富有而后推让。故庶人之富者，或累巨万，而贫者或不厌糟糠，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成诸侯，而弱国或绝嗣而灭世，以至于秦、促并海内。余下之璧，今为三品，或黄，或白，或赤，或钱，或布，或刀，或龟背。及至秦、中一国之币位等，黄金以一名为上币，铜钱十约半两，重如其文为下币。而珠玉、龟背、银锡之属为器饰宝，藏不为币。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。于是外攘夷狄，内兴工业，海内之势力根不足粮饷，女子纺机不足衣服。古者常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，犹自以为不足也。吾亦故云：是世之流，相机使然，何足怪焉？所引数赞平准之力，通获天下，既入县官，获镇华夏，其名刀布，其文龙马，增算告名，头多一寡。弘扬心计，卜士长者都内充阴，取善交也。世家史记吴太伯世家。吴太伯，太伯弟仲雍，皆周太望之子，而王季历之兄也。季历贤，而有圣子昌太。王欲立季历以及昌，于是太白仲雍二人乃奔荆蛮，闻声断法，是不可用，以避季历。季历果立，是为王季，而昌为文王。太伯之奔荆蛮，自号巨吴。荆蛮一之，从而归之迁。于家立为吴太伯。太伯卒，吴子弟仲雍立，是为吴仲雍。仲雍卒，子季简立。
季简促，子叔达立。叔达促，子周章立。是时周武王克殷，求太伯，仲雍之后的周章。周章以君无，因而封之。乃封周章帝于仲于周之北固下胥，是位于仲，列位诸侯。周章促，子熊遂立。熊遂促，子柯相立。柯相促，子强纠一立。强纠一促，子于乔宜无立。于乔宜无促，子柯卢立。柯卢促，子周纣立。周纣促，子屈与立。屈与促，子宜无立。宜无促，子秦处立。秦处促，子转立。转促，子颇高立。颇高促，子惧卑立。是时晋献公灭周北于公，以开晋伐国也。惧卑促，子去其立。去其促，子受孟立。受孟立而无始亦大，称王。自太伯作吴，武氏而武王克殷，封其后为二，其一于在中国，其一吴在夷蛮。十二世而尽灭中国之余，中国之余灭二世而夷蛮之无心。大凡从太伯至寿孟十九世。王寿孟二年，楚之王大夫申公乌臣愿楚将子反而奔晋，自晋使吴，叫吴用兵乘车，令其子为吴行人。吴于是使通于中国。吴伐楚。十六年，楚共王伐吴，至衡山。二十五年，王寿孟卒。寿孟有子四人，常曰朱凡，次曰于季，次曰于昧，次曰季札。季札贤，而寿孟欲立之，季札让不可，于是乃立长子朱凡，设行事当国。王朱凡元年，朱凡以除丧，让位季札。季札谢曰：“曹宣公之卒也，诸侯与曹人不义。曹君将立子臧，子臧去之，以臣曹君。君子曰：‘能守节矣。’君亦似，谁敢干君？有国非无节也。札虽不才，原附于子臧之意。无人故立季札。季札弃其事而耕，乃舍之。秋，吴伐楚，楚败我师。四年，晋平公出立。十三年，王朱凡卒。有命受帝于季，欲传以赐，必治国于季札而止，以称先望受孟之意，且加季札之意，兄弟皆欲治国，令以见治焉。季札封于延陵，故号曰延陵季子。王于季三年，其相庆封有罪，自其来奔吴。吴与庆封诸方之县，以为奉义，以女妻之父于在齐。四年，吴使季札聘于鲁，请观周乐。魏歌周南，赵南曰：“美哉，使姬之以游魏也。”然秦而不怨。歌备雍魏曰：“美哉，冤乎，忧而不困者也。”吾闻魏康书。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未封乎？歌王曰：“美哉，思而不惧，其周之东乎？”歌震曰：“其细以甚，民不堪也，是其先王乎？”歌齐曰：“美哉，泱泱乎大风也哉！表东海者，其太公乎？国未可量也。”歌兵曰：“美哉，荡荡乎，乐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？”歌秦曰：“此之谓下身。夫能下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？”歌魏曰：“美哉，逢逢乎，大而晚，简而易，行以得辅，此则盟主也。”歌唐曰：“思身哉，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？不然，何忧之远也？非令得之后，谁能若是？”歌臣曰：“国无主，其能久乎？自快以下，无积焉。”
歌小雅曰：“美哉，思而不二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？犹有先望之遗民也。”歌大雅曰：“广哉，兮兮乎，屈而有直体，其文王之德乎？”歌颂曰：“至矣哉，直而不惧，屈而不屈，进而不复，远而不邪，而谦不盈，富而不厌，哀而不愁，乐而不荒，用而不愧，广而不宣，失而不废，取而不贪，处而不抵，行而不留。五声和，八风平，节有度，守有序，甚得之所痛也。”见五相硕南岳者曰：“美哉，犹有感。”见五大武曰：“美哉，周之盛也，其若此乎？”见五韶护者曰：“圣人之宏也，犹有残德，圣人之难也。”见五大夏曰：“美哉，勤而不得，非与其谁能及之。”见五昭硕曰：“德至矣哉，大矣，如天之无不涛也，如德之无不载也，虽圣甚德，无以加矣。观止矣，若有他乐，无不感观。”去鲁，遂使其说晏平仲曰：“子素纳义于政，无义无政，乃免于难。齐国之政将有所归，未得所归，难为喜也。故晏子因臣桓子以纳政于义，是以免于鸾高之难。去其始于政。”见子产如旧交，谓子产曰：“政之执政耻，难将至矣，政必及子。子为政，甚以礼，不然政国将败。”去政，是谓说渠苑使狗使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：“未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自谓如晋将舍于粟，闻终身曰：义哉！吾闻之，辩而不得，必加于禄。夫子或罪于君已在此，具犹不足，而又可以叛乎？夫子之在此，犹晏之朝于目也。君在病而可以乐乎？”遂去之。文子闻之，终身不听琴瑟。是晋说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曰：“晋国其萃于三家乎？”将去，魏书相曰：“吾子免之。君耻而多良，大夫皆富，朕将在三家。吾子直，必思自免于难。”季札之出使，北过徐君。徐君好季札见，口服感言。季札心知之，谓使上国，谓献。还至徐，徐君已死，于是乃解其宝剑，系之徐君冢束而去。从者曰：“徐君已死，上谁与乎？”季子曰：“不然，使无心以许之，其已死被无心哉？”七年，楚公子为弑齐王家敖而代立，是谓灵王。十年，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诸方，以诛其庆封。吴亦攻楚，取三邑而去。十一年，楚伐吴，至于楼。十二年，楚复来伐，赐于甘溪，楚师败走。十七年，亡于季卒，帝于昧立。亡于昧二年，楚公子弃疾，弑其君灵王戴立焉。四年，亡于昧卒，欲受帝季札。季札让，逃去。于是无人曰：“先望有命，兄卒弟戴立，必至季子。季子今逃位，则望于昧后立。今卒，其子当代，乃立亡于昧之子辽魏王。王辽二年，公子光伐楚，败而亡王周。光惧，袭楚，复得王周而还。五年，楚之王臣伍子胥来奔，公子光克之。公子光者，王朱凡之子也，常以为无父。兄弟四人，当传至季子。季子即不受国，光复先立。
即不传继子，光当立。因纳贤士，欲以袭王僚。八年，吴使公子光伐楚，拜楚师，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。因北伐，拜陈蔡之师。九年，公子光伐楚，拔居巢，中离。初，楚边一卑梁氏之楚女与吴边一之女争丧，二女家怒相灭，两国边一常闻之，怒而相攻，灭吴之边一。吴王怒，故遂伐楚，取梁都而去。伍子胥之初奔吴，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力。公子光曰：“胥之父兄未戮于楚，欲自报其仇耳，未见其力。”于是伍元之光有他志，乃求勇士专诸，见之光，光喜，乃克伍子胥。子胥退而耕于野，以待专诸之事。十二年冬，楚平王卒。十三年春，吴欲因楚丧而伐之，使公子盖于逐雍以兵为楚。之六前，使季札于晋，以观诸侯之变。楚发兵绝吴兵后，吴兵不得还。于是吴公子光曰：“此时不可失也。”告专诸曰：“不所何祸？我真望似当立，吾欲求之。季子虽至，不无废也。”专诸曰：“王僚可杀也。母老自若，而两公子将兵攻楚，楚绝其路。方今吾外困于楚，而内空无骨鲠之臣，是无奈我何？”光曰：“我生子之生也。”四月丙子，光服甲士于枯室，而夜王僚饮。王僚使兵臣于道，自王公至光之家，门皆户席，皆望僚之亲也，人家持皮。公子光降魏足疾，入于枯室，使专诸置匕首于置于之中矣。进时，手匕首刺王僚，皮交于胸，遂是王僚。公子光进代立魏王，是魏吴王阖庐。阖庐乃以专诸子卫青。季子至，曰：“苟先君无废嗣，明人无废主，社稷有奉，乃吾君也。吾敢谁怨乎？哀死是生，以待天命。非我生乱，立者从之，先人之道也。复命枯僚木，复位而呆。吴公子逐雍，盖于二人将兵欲为于楚者，闻公子光是王僚自立，乃以其兵将楚，楚封之于舒。王阖庐元年，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。楚诸伯周离，其孙伯匹王奔吴，吴以为大夫。三年，吴王阖庐与子胥、伯匹将兵伐楚，拔书杀吴王将二公子。光谋欲入郢，将军孙武曰：“明劳未可待之。”四年，伐楚，取六与前。五年，伐越，败之。六年，楚使子长囊瓦伐吴，迎而击之，大败楚军于豫章，取楚之居巢而还。九年，吴王阖庐请伍子胥、孙武曰：“使子之言隐未可入，今果如何？”二子对曰：“楚将子长贪，而唐、蔡皆怨之。王必欲大伐，必得唐、蔡乃可。”阖庐从之，悉心。师与唐、蔡西伐楚，至于汉水。楚亦发兵拒吴，加水城。吴王阖庐弟夫欲战阖庐，夫许。夫盖曰：“王以蜀成兵，兵以利未上，上贺呆焉。”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，楚兵大败走。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，彼至郢，五战，楚五败。楚昭王王出郢，奔云。云公帝欲视昭王，昭王与云公随，而吴兵遂入郢。子胥、伯匹边平王之师以报复仇。十年春，
越闻吴王之在郢，国空，乃伐吴。吴使别兵及越，楚告急秦，秦遣兵救楚，及吴，吴失败。何卢地夫见秦越交败吴，吴王留楚不去，夫王归吴而自立为吴王。何卢闻之，乃引兵归，攻夫。夫败奔楚。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，而封夫于唐西，为唐西市。十一年，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，取藩。楚恐而去郢袭若。十五年，孔子相鲁。十九年夏，吴伐越，越望勾践迎击之罪礼。越使死士挑战，三行造吴师，呼自尽。吴师观之，越因伐吴，败之姑苏，伤吴王阖庐止，军却七里。吴王病伤而死。阖庐使立太子夫差，谓曰：“尔而望勾践杀汝父乎？”对曰：“不敢。”三年，乃报越。王夫差元年，以大夫伯匹为太宰，袭战社，常以报越为质。二年，吴王西精兵以伐越，败之夫交，报姑苏也。越望勾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期于会稽，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匹而行臣，请韦国为臣妾。吴王将许之。伍子胥谏曰：“昔有过事杀贞观以伐贞循，灭夏后帝相。帝相之非后名方申，逃于有人而生少康。少康为有人目政，有过又欲杀少康，少康本有余，有余私下得，于是妻之以二女而一之于伦，有田一城，有众一旅。后遂收下众，抚其官职，使人诱之，遂灭有过氏，复与之基，四下配天，不失旧物。今吾不如有过之强，而勾践大于少康，今不因此而灭之，又将宽之，不亦难乎？且勾践为人能辛苦，今不灭，后必毁之。”吴王不听，听太宰匹促许越平与盟而罢兵去。七年，吴王夫差闻其景公死而大臣争宠，心君弱，乃兴师北伐齐。子胥谏曰：“越王勾践时不重位，衣不重彩，吊死问疾，且欲有所用其众，此人不死，必为无患。今越在复心急而王不先而误齐，不亦谬乎？”吴王不听，遂北伐齐，败齐师于艾陵。至曾，赵鲁哀公而争百劳。季康子使子贡以周礼说太宰匹，乃得止。因刘略得于齐鲁之南。九年，魏邹伐鲁，至与鲁盟乃去。十年，因伐齐而归。十一年，复北伐齐。越望勾践虑其众以朝吴，后献遗之，吴王喜。为子胥惧曰：“士气无也。”谏曰：“越在复兴，今得志于齐，由食田，磨所用，且盘庚之告有滇越勿疑，伤之以心。”吴王不听，使子胥于齐。子胥属其子于齐报事，还报吴王。吴王闻之，大怒，赐子胥属漏之剑以死。将死，曰：“恕吾目上以子，令可畏弃。绝吾眼至之吴东门，以观越之灭吾也。其报事是其道功。”吴王闻之，哭于军门外三日，乃从海上攻齐。齐人败吴，吴王乃引兵归。十三年，吴召鲁谓之军会于沱高。十四年春，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，欲霸中国以全周室。六月子，越望勾践伐吴，以有越五千人与吴战。丙戌，鲁吴太子有丁亥入吴，吴人告败于王夫差，夫差恶其闻也，或谢其语，
吴王怒，斩七人于幕下。七月辛丑，吴王与晋定公争长。吴王曰：“于周氏我未尝。”晋定公曰：“于姬姓我未薄。”赵鞅怒，将伐吴，乃尝晋定公。吴王以盟与晋别，欲伐宋。太宰匹曰：“可胜而不能居也。”乃引兵归国。国王太子内空王居外久，世皆罢弊，于是乃时后弊以与越平。十五年，齐田长沙简公。十八年，越义强。越望勾践率兵伐败吴师于利泽，楚灭陈。二十年，越望勾践复伐吴。二十一年，遂为吴。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，越败吴。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永东，与百家居之。吴王曰：“孤老矣，不能事君王也。”吾悔不用子胥之言，自令献此，遂自尽死。越望灭吴，诸太宰匹以为不忠而归。太史公曰：“孔子言，太伯可谓至德矣。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德而称焉。”余读春秋古文，乃知中国之余与今蛮勾吴兄弟也。颜陵季子之人心，目亦无穷，见为而知清浊。呜呼，又何其宏览博物君子也。所引述赞太伯作吴高让雄图。周章受国，别封于余。受孟出霸，使用兵车。三子弟立，颜陵不居。光绩篡位，世称阖闾。王僚见杀，贼由专诛。夫差清越，取败孤。苏永东之耻，空残无虚。史记其太公世家。太公望吕尚者，东海上人。其先祖常为四越，左与平水土甚有功。余下之计封于吕，或封于申，姓姜氏。夏商之时，申、吕或封之数子孙，或为数人，上其后苗裔也。本姓姜氏，从其封姓，故曰吕尚。吕尚盖常穷困，年老矣，已于钓监州西伯。西伯将出猎，不知曰：“所获非龙非螭，非虎非皮，所获霸王之斧。”于是周西伯猎，果遇太公于魏之阳，与禹大说曰：“自吾先君太公曰，当有圣人是周，周以兴，子真是邪？吾太公望子久矣，故号之曰。”太公望，载禹俱归，立为师。或曰：“太公博闻，常是纣。纣无道，去之。游说诸侯，摩所欲，而促西归周西伯。”或曰：“吕尚除事，引海滨。周西伯居有礼，散遗身，鸿邀素之而招吕尚。”吕尚亦曰：“吾闻西伯贤，又善养老，何往焉？”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其物，献之于纣，以赎西伯。西伯得以出，返国。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，然要之为文武师。周西伯昌之托有李归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轻商政，其事多兵权与奇迹，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。周西伯正平即断于瑞之宋，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，伐虫觅虚犬夷，大作丰邑，天下三分，其二归周者，太公之谋计居多。文王崩，武王即位。九年，欲修文王业，东伐以观诸侯及否。师行，师上父左丈黄。月又把白毛以示，曰：“苍嗣，苍嗣，总而众数，与而周集，后至者斩，遂至蒙金。诸侯不齐而会者八百诸侯。”诸侯皆曰：“纣可伐也。”武王曰：“未可，还师与太
公作此太事。居二年，纣杀王子比干，求姬子。武王将伐纣，不归赵不及，风雨暴至，群公尽惧，为太公强之劝武王，武王于是遂行。十一年正月甲子，事于牧野，伐商纣，纣失败，姬纣反走，登鹿台，遂追斩纣。明日，武王立于社，群公奉明水，为康叔封不采席。师上父千身，使役策助，以告神讨纣之罪。散鹿台之前，发巨桥之粟，以正平民。封笔干木，是箕子裘，迁九鼎，修周镇，与天下更始。师上父谋居多，于是武王以平商而王天下，封师上父于其营丘。东救国，道宿行池。逆旅之人曰：“吾闻时难得而易失，客请甚安，待非救国者也。”太公闻之，夜衣而行，黎民治国。来侯来伐，与之争营丘。营丘边来，来人以也，会纣之乱而周出定，未能及远方，是以与太公争国。太公治国，修政，因其俗，简其礼，通商公之业，便于言之利，而人民多归其齐，为大国。及周成王少时，管蔡作乱，怀疑叛周，乃使赵康公命太公曰：“东至海，西至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吴地，武侯九伯，时的征之。其有此的征伐，为大国，都营丘。”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，子丁公履吉利。丁公卒，子以公得利。以公卒，子鬼公慈母利。鬼公卒，子哀公不成立。哀公时，季侯赠之周，周烹哀公而立其弟晋，是谓胡公。胡公袭都薄孤，而当周夷王之时，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，乃与其党律营丘人袭公杀胡公而自立，是谓献公。献息元年，晋逐胡公子，因袭薄孤都，至临淄。九年，献公卒，子武公受立。武公九年，周厉王出奔，居至。十年，王室乱，大臣行政，号曰共和。二十四年，周宣王出立。二十六年，武公卒，子厉公无忌立。厉公暴虐，故胡公子复入齐，齐人欲立之，乃与公杀厉公。胡公子亦战死，其人乃立厉公子赤卫军，是卫文公，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。文公十二年卒，子成公托立。成公九年卒，子庄公构立。庄公二十四年，犬戎杀幽王，周东袭洛，秦时列位诸侯。五十六年，晋弑齐君昭侯。六十四年，庄公卒，子离公陆府立。离公九年，鲁隐公出立。十九年，鲁桓公弑其兄隐公而自立为君。二十五年，北戎伐齐，正使太子忽来救齐，齐欲欺之，忽曰：“朕小齐大，非我敌。”遂辞之。三十二年，离公同母弟一仲年死。其子曰公孙无知，离公爱之，令其至扶奉养比太子。三十三年，离公卒，太子诛而立，是谓襄公。襄熙元年，始为太子时，常与无知斗，吉利处无知制服，无知怨。四年，鲁桓公与夫人如齐，齐襄公故常私通鲁夫人。鲁夫人者，襄公女弟也，自离公时嫁为鲁桓公父，及桓公来而襄公父通焉。鲁桓公知之，怒夫人，夫人以告齐襄公。齐襄公与鲁君饮，罪之，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，
因拉杀鲁桓公，桓公下车则死矣。鲁人以为让，而其襄公杀彭生以谢鲁。八年，伐纪，纪迁去其邑。十二年初，襄公使连称管制复数葵丘，瓜食而往，及瓜而待。往数一岁，促瓜，时而公服未发待，或未请待，公服许。故此二人怒，因公孙无知谋作乱。连称有从内在，公公无宠，使之兼襄公曰：“是臣以女为无知夫人。”冬十二月，襄公游孤坟，遂列沛丘。见至，从者曰：“彭生。”公怒，射之，致人力而啼。公惧，坠车伤足，失据。反而边主惧者伏三百，伏出公。而无知、连称、管制父等闻公伤，乃遂虑其众袭公。冯主惧伏，伏曰：“且吾入荆公，荆公未易入也。吾知伏信，伏氏之创，乃信之。待公外，令伏先入。伏先入，即逆襄公护坚。良久，吾知等恐，遂入宫。伏反与宫中及公之信。陈公无知等不慎，皆死。无知入宫，求公不得。或见人卒于户间，发誓，乃襄公，遂视之，而无知自立为齐君。桓熙元年春，齐君无知游于雍陵。雍陵人常有怨无知，及其往游，雍陵人袭杀无知。告其大夫曰：“吾知是襄公自立，臣谨行诛。”为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，为命视听。初，襄公之罪杀鲁桓公，通其夫人，杀诸庶不当，淫于妇人，数欺大臣，群帝恐惑，即故次第纠奔鲁，其母鲁女也。管仲召呼父之，次第小白奔举，报书父之。小白母为女也，有宠于离宫。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系，即雍陵人杀无知，亦立君高国先，因召小白于举。鲁闻无知死，亦发兵送公子纠，而使管仲别将兵遮举道，射中小白带钩。小白降死，管仲使人持报鲁。鲁送纠者行一尺，六日至齐，则小白已入，高系立之。是谓桓公。桓公之中勾，降死以误管仲，以而载温车中驰行，亦有高国内应，故得先入立。发兵拒鲁。秋，与鲁战于干时，鲁兵败走，其兵掩绝鲁归道。其以鲁书曰：“子纠兄弟，夫忍诛，请鲁自杀之。”召乎，管仲仇也，请得而甘心海之，不然将为鲁。鲁人缓之，遂杀子纠于深毒。召乎自杀，管仲请求桓公之力，发兵攻鲁，心欲杀管仲。报书牙曰：“臣信得从军，君敬以立君之尊，臣无以增君。君将至齐，即高系与叔牙族也。君且欲霸王，非管夷吾不可。夷吾所居国，国众不可失也。”于是桓公从之，乃降魏。召管仲欲甘心，时欲用之，管仲知之，故请往。鲍叔牙迎受管仲，及唐父而托至故斋，伏而见桓公。桓公厚礼以为大夫，任政。桓公既得管仲，与鲍叔、齐彭、高系修齐国政，连五家之兵，身轻重于言之力，以善贫穷，路贤能，其人皆说。二年，伐灭谭，谭子奔举。初，桓公亡时，过谭，谭无礼，故伐之。五年，伐鲁，鲁将失败。鲁庄公请献岁邑以平，桓公许，
与鲁惠科而盟。鲁将盟。曹昧以匕首结桓公于坛上，曰：“反鲁之亲的，桓公许之。”已而曹昧去匕首，北面就陈尾。桓公后悔，欲无与鲁的而杀曹昧。管仲曰：“夫结许之而背信杀之，越一小块耳。而弃信于诸侯，失天下之源，不可。”于是遂与曹昧三拜所亡的于鲁。诸侯闻之，皆信其而欲复焉。七年，诸侯会桓公于真，而桓公于是始罢焉。十四年，陈立公子完，号敬仲，来奔齐。齐桓公欲以为亲，让，于是以为公正田。臣子长之祖也。二十三年，山戎伐燕，燕告急于齐。齐桓公救燕，遂伐山戎，至于孤竹而还燕庄。公遂送桓公入齐境。桓公曰：“非天子，诸侯相送不出境，吾不可以无礼于燕。”于是分勾割燕军所置与燕，命燕军复修赵公之阵，纳贡于周，如陈康之时。诸侯闻之，皆从齐。二十七年，鲁闵公母曰哀姜，桓公女弟也。哀姜迎于鲁公子庆父，庆父是闵公。哀姜欲立庆父，鲁人更立离公。桓公召哀姜，杀之。二十八年，魏文公有敌乱，告急于齐。齐律诸侯臣楚丘而立魏君。二十九年，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。蔡姬洗水，荡公，公惧，止之，不止，出船。怒，归蔡姬，弗绝。蔡亦怒，嫁其女。桓公闻而怒，兴师往伐。三十年春，齐桓公律诸侯伐蔡，蔡溃，遂伐楚。楚成王兴师问曰：“何故射吾的？”管仲对曰：“昔赵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：‘武侯九伯，若实真之，以家福周氏。’赐我先君旅，东至海，西至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吴地。楚共包茅不入，王既不惧，是以来则昭王南征不复，是以来问。”楚王曰：“共之不入，有之，寡人罪也，敢不共乎？”昭王之出不复，君其问之水兵，其师尽赐于行。夏，楚王使屈完将兵汉齐，其师退赐赵陵。桓公今屈完以其众。屈完曰：“君以道则可，若不，则楚方臣以为臣，将汉以魏勾，君安能进乎？”乃与屈完盟而去。过程，陈元涛图诈齐，令出东方，绝丘齐，伐陈。是岁，尽杀太子申生。三十五年夏，会诸侯于葵丘。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座，同公使大陆，命无拜。桓公欲许之，管仲曰：“不可。”乃下拜受赐。秋，复会诸侯于葵丘，亦有交色。周使宰孔会诸侯，颇有叛者。晋侯病后，欲宰孔。宰孔曰：“齐侯交矣，地无形，从之。”是岁，晋献公卒，李克杀西齐，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仪无畏晋军。桓公于是讨晋乱，至高梁，使袭彭立晋军，还是时周氏为齐楚秦晋未强。晋出遇会，献公死，国内乱。秦穆公僻远，不与中国会盟。楚成王出收荆蛮有之，夷狄自治，唯独其为中国会盟，而桓公能宣其德，故诸侯兵会。于是桓公称曰：“寡人南伐至赵陵，望雄山；北伐山戎，离之孤竹；西伐大夏，射流沙，
数马悬车登太行，至卑尔山而还。诸侯莫为寡人，寡人兵车之会三，乘车之会六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习三代受命，有何以异于此乎？吾欲封泰山、禅、梁府。管仲固谏不听，乃说桓公以远方征怪物至乃的封，桓公乃止。38年，周襄王帝代与戎狄合谋伐周，其使管仲平戎于周。周欲以上卿礼管仲，管仲顿首曰：“臣陪臣安敢三让？”乃受下卿礼一见。39年，周襄王帝带来奔齐，齐使仲孙请王，未待谢。襄王怒，弗听。41年，秦穆公鲁晋惠公复归之。是岁，管仲、席鹏皆卒。管仲病，桓公问曰：“群臣谁可相者？”管仲曰：“知臣莫如君。”公曰：“易牙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杀子以事君，非人情，不可。”公曰：“开方如何？”对曰：“背亲以事君，非人情，难尽。”公曰：“束刀如何？”对曰：“自公以事君，非人情，难亲。”管仲死，而桓公不用管仲言，促进用三子，三子专权。42年，戎伐周，周告急于齐，齐令诸侯各发簇戍周。是岁，晋公子仲而来，桓公妻之。43年初，齐桓公之夫人三，曰王姬、徐姬、蔡姬，皆无子。桓公好内，多内宠，如夫人者六人，常为姬，生无鬼；少为姬，生会西元、正姬，生孝公昭、格营，生昭公潘、密姬，生义公商人、宋华子，生公子雍。桓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，以为太子。雍乌有宠于魏共姬，因患者数刀以后献于桓公，亦有宠，桓公许之，立无鬼。管仲卒，五公子皆求立。冬十月乙亥，齐桓公卒，一牙入与数刀，因内宠杀群吏，而立公子无鬼为君。太子昭奔宋，桓公病，五公子各数党争立。及桓公卒，遂襄公以故宫中空，莫敢观。桓公失在床上67日，尸虫出于户。12月乙亥，无鬼立，乃官复新四夜，脸病。桓公时有余子，要其后立者5人，无鬼立3月死。无事，赐孝公，赐昭公，赐义公，赐惠公。孝熙元年3月，宋襄公率诸侯兵送其太子昭而伐齐，齐人恐，杀齐君无鬼。齐人将立太子昭，四公子之徒公太子，太子走宋，宋遂与齐人四公子战。5月，宋败齐，四公子失而立太子昭，是谓齐孝公。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，故来争之，以乱故。8月，乃葬齐桓公。6年春，齐伐宋，以齐不同盟于齐也。夏，宋襄公卒。7年，晋文公立。10年，孝公卒。孝公弟潘因为公子开方杀孝公子而立潘，是谓昭公。昭公，桓公子也。其母曰格营。昭熙元年，晋文公败楚于陈濮，而会诸侯建土朝周，天子使晋称伯。6年，狄青齐，晋文公卒。秦兵败于尧。12年，秦穆公卒。19年5月，昭公卒，子舍立为齐君。舍之母无宠于昭公，国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争立而不得，因交贤士，父爱百姓，百姓说。及昭公卒，子舍立孤弱，
即与众十月及墓上视其君舍，而商人自立，是谓义公。义公，桓公子也，其母曰密姬。义公四年春初，义公为公子时，与丙戎之父烈争祸不慎，即即位，断丙戎父族，而使丙戎仆雍直之妻好，宫内之功，使雍直参臣。五月，义公游于深池，二人遇，戏直曰：“断足子。”戎曰：“夺妻者。”二人俱并此言，乃愿某与公游竹中，而人是义公车上，弃竹中而亡去。义公之力骄，名不复。其人废其子而迎公子元于魏，立之，是谓惠公。惠公，桓公子也。其母为女，曰少未姬，避其乱，故在位。惠公二年，长狄来，王子臣父公杀之，埋之于北门。晋赵川视其君临公。十年，惠公卒，子请公无也立。初，崔杼有宠于惠公，惠公卒，高国为其父也，逐之，崔杼奔魏。请熙元年，楚庄王强伐陈。二年，为郑，郑伯将，以复国郑伯。六年春，晋使细客于齐，齐使夫人为中而观之。细客上，夫人笑之。细客曰：“不是报，不复涉河归，请伐齐。”晋侯弗许。齐使至晋，细客执其使者四人河内，杀之。八年，晋伐齐，齐以公子强执晋，晋兵去。十年春，齐伐鲁，魏。鲁魏大夫如晋请师，皆因细客。晋使细客以车八百乘为中军将，是谢将上军，栾书将下军，以救鲁魏，伐齐。六月壬申，与齐侯兵合弥基下癸酉，陈于安。庞丑复为齐请公酉，请公曰：“持之。”破晋军会时，射伤细客，流血至履。客欲还入壁，齐欲曰：“我时入，在伤，不敢言及，恐惧士卒。”元子忍之，遂复战。战齐急，丑复恐齐侯的，乃易处，请公谓右车夸于木而止。晋小将韩厥伏齐侯车前曰：“寡君使臣救鲁魏，系之。”丑复使请公下取饮，因得王脱去，入齐军。晋细客欲杀丑复，丑复曰：“待君死而见戮，后人臣无忠齐军者矣。”客舍之，丑复遂得王归齐。于是晋军追齐至马陵，齐侯请以宝器械，不听，必得效客者萧同叔子，令其东母。对曰：“叔子，齐君母。”齐君母亦由晋君母子安置之，且子以一伐而以报魏后，其可乎？于是乃许，令反鲁魏之亲的。十一年，晋出至六卿，赏安之功。齐请公朝觐，欲尊王晋景公，晋景公不敢受，乃归。归而请公持怨右，伯父敛，正孤问疾，须积聚以救民，民亦大说。后礼诸侯，敬请公卒，百姓富，诸侯不犯。十七年，请公卒，子灵公还礼。灵公九年，晋栾书是齐君立功。十年，晋道公伐齐，齐令公子光执晋。十九年，立子光为太子。高后复之，令会诸侯盟于中离。二十七年，晋使中行献子伐齐，齐失败。灵公走入临淄，晏婴指灵公，灵公服从，曰：“君亦无勇矣。”晋兵遂围临淄，临淄城守不敢出，晋焚郭中而去。二十八年初，灵公娶鲁女，
生子光，以为太子。仲基，荣基，荣基毕，仲基生子牙，属之荣基。荣基请以为太子，公许之。仲基曰：“不可。光之力列于诸侯矣，今无故废之，君必毁之。”公曰：“在我耳。”遂东太子光，使高后父牙为太子。灵公即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，是谓庄公。庄公杀荣基。五月壬辰，灵公卒，庄公即位，执太子牙于巨豆之丘，杀之。八月，崔杼杀高后，晋闻其乱，伐齐，至高唐。庄公三年，晋大夫栾盈奔齐，庄公后客呆之。晏婴、田文子建公服听。四年，齐庄公使栾盈兼入禁区卧位内应，以兵随之，上太行，入孟门。栾盈败，齐兵还，取朝歌。六年，初，唐公妻好，唐公死，崔杼取之。庄公通之，庶如崔氏，以崔杼之官赐人。呆者曰：“不可。”崔杼怒，因其伐晋，欲与晋合谋袭其而不得坚。庄公常吃患者贾举，贾举复事，为崔杼监公以抱怨。五月，举子朝齐，齐以贾须享之。崔杼称病不事事，以害公问崔杼病，遂从崔杼妻。崔杼妻入室，与崔杼自闭户不出，公拥住而歌。缓者贾举遮公从关而入，闭门，崔杼之徒持兵从中起。公登台而请解，不许，请盟，不许，请自杀于庙，不许。皆曰：“君之臣杼疾病，不能听命。”敬于公公。陪陈真去有隐者，不知二命。公于墙射中公骨，公反坠，遂视之。晏婴立崔杼门外，曰：“君未射，既死则死之；未射既亡则亡之。若为己死己亡，非其私逆，谁敢人之？”门开而入，枕公失而哭，三涌而出。人谓崔杼，必杀之。崔杼曰：“民之望也，舍之得民。”丁丑，崔杼立庄公一母弟除旧，是谓景公。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。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，庆封为左相。二相恐乱起，乃与国人盟曰：“不与崔庆者死，燕子仰天。”曰：“因所不为忠于君立社稷者是从，不肯盟。”庆封欲杀晏子，崔杼曰：“忠臣也，舍之。”齐太史书曰：“崔杼是庄公，崔杼杀之。”齐帝复书，崔杼复杀之。少帝复书，崔杼乃舍之。景熙元年，初，崔杼生子陈吉强，其母死，娶东郭女，生名。东郭女使其前夫子吴就与其弟衍相崔氏，臣有罪，二相即治之，立名为太子。臣请老于崔，崔杼许之。二相弗听，曰：“崔宗义不可。”臣强怒，告庆封。庆封与崔杼有隙，欲其败也。臣强杀无咎，掩于崔杼家，家皆奔亡。崔杼怒，无人。使一患者欲见庆封。庆封曰：“请为子诛之。”使崔杼筹卢仆撇攻崔氏，杀臣强，尽灭崔氏。崔杼复自杀。崔杼无归，亦自杀。庆封为相国，专权。三年十月，庆封出猎。初，庆封以杀崔杼，一交是酒好猎，不听政令。庆舍用政，已有内隙。田文子谓桓子曰：“乱将作田报高栾氏相与谋庆氏。”庆舍发甲为庆封公，
四家徒共击破之。庆封还不得入，奔鲁。其人让鲁，封奔吴。吴与之诸方，聚其族而居之，富于在齐。其秋，其人喜葬庄公。陆崔著诗于是以说种。九年，景公使晏婴之境，与书相思语曰：“其政促归田氏。田氏虽无大德，以公权私，有德于民，民爱之。”十二年，景公如晋，建平公，欲与伐燕。十八年，公复如晋，建昭公。二十六年，列鲁交，因入鲁，与晏婴俱问鲁礼。三十一年，鲁昭公辟季氏南奔齐，其欲以牵涉封之，子家指昭公，昭公乃请其伐鲁，取运以居昭公。三十二年，会兴建景公作伯请，叹曰：“堂堂谁有此乎？”群臣皆泣，晏子笑。公怒，晏子曰：“臣笑群臣愚甚。”景公曰：“会兴出东北，当其分也，寡人以为忧。”晏子曰：“君高台深池，覆敛如浮的，刑罚恐浮甚。浮兴将出，会兴何惧乎？”公曰：“可攘否？”晏子曰：“使神可助而来，亦可攘而去也。百姓苦怨以万数，而君令一人攘之，安能慎众口乎？”是时景公好治公事，具购马奢侈，后负重刑，故晏子以此见之。四十二年，吴王阖闾伐楚，入郢。四十七年，鲁阳虎攻齐军，不胜，奔齐，请齐伐鲁。豹子见景公，乃求阳虎。阳虎得王，奔晋。四十八年，与鲁定公好会家谷。黎租曰：“孔丘之礼而切，请令来人为乐，因指鲁君可得志。”景公害孔丘相鲁，惧其霸，故从黎租之计。方会进来乐，孔子立街上，使有司直来人斩之，以礼让景公。景公惭，乃归鲁卿的以谢而罢去。是岁，晏婴卒。五十五年，范中行反齐军于晋，晋公之急，来请诉。田启欲未乱，数党于逆臣。说景公曰：“范中行数有德于齐，不可不救，即使其救而书之诉。”五十八年夏，景公夫人晏姬氏子死。景公宠妾瑞姬生子徒，徒少，其母见，无行。朱大夫恐其为嗣，乃言元则诸子常贤者为太子。景公老，恶言四世，又爱徒母，欲立之。但发之口，乃谓朱大夫曰：“为乐耳，国何患无君乎？”秋，景公病，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徒为太子，逐群公子，迁之来。景公卒，太子徒立，是谓晏孺子。冬，未葬。而群公子为诸，皆出亡。徒诸一母兄公子寿，居前奔魏，公子葬，扬身奔鲁。来人歌之曰：“景公死乎浮与埋，三军士乎浮与谋，失乎失乎，胡党之乎？”晏孺子